11月29日，贺岁档期第一部喜剧电影《这就是命》在北京举行首映红毯仪式，张艺兴、贾乃亮等明星嘉宾现身红毯，为王迅首部担任男主角的电影宣传造势。众主演王迅、潘斌龙、于莎莎、金圣柱、赵英俊等也现身活动现场，为这部电影将于12月1日上映宣传造势。明星们坦言，他们都很看好这部电影。提前点映的观众反映，也认为这部电影笑料十足，将成为贺岁档最强贺岁黑马。这个观众的掌声和笑声，反正挺鼓励的。虽然我们说实话是一个不是那么大的一个片儿，当然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。起码观众看完之后都会觉得，哎，这电影不错。说这个是这个搭档，然后希望大家多多喜欢，多支持许哥的努力。然后许哥也非常热爱电影事业，多支持许哥。这些人呢，我非常喜欢。他每部电影就像孕育了一个生命，是希望他票房越来越好。所以说在这里呢，我觉得这票房好，肯定就是个成功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北京报道。